剩下的你打多了，你可以是吧，娱乐一下，这无所谓。他们也是表扬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有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。我要选，就新浪微博可以给我留下言就可以了，把你的微信发到上面，我会加你。上次想剧毒这英雄已经想了好几天了。不行，老在玩白牛了。白牛被办了，不可能给你白牛的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属于那种，我都不属于。我除了帅一无是处。我来找我就是看中了我这一点。我会不会拿火枪加发条啊？我当时跟虎牙聊的时候，我是拒绝的。有可能宙斯加发条，火枪加发条。嗯，现在怎么讲？赏金猎人加什么猛犸？两个比英雄，我们说看。虎牙当时找我，求你了，怪神，来这边直播吧。我说不行，现在现在状态不咋地，没事儿，就看中你这张脸了，来吧。他一勾人马开个大，一勾人马开个大，气死他！我他妈不好拒绝。嗯，也行吧。赏金啊，赏金啊！啊，这有点弱了。你开始拿啥？而且咱说了，我说，那我就不要工资了吧？不行，怎么能不给你工资呢？开瑞，拿个入构思去开瑞。太弱了。能选大鱼了？不行，我编不下去了，我好好玩游戏了。因为有种把大鱼也给我选了。大鱼给我玩绝活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不选大鱼了。你前一场要啥？哎，神谕者，什么意思啊？来一个给我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你来一个。神谕者去中，然后老子去发育。啊，不是啊，三号位的，三号位的。啊！来个血魔打大哥。妈的！我说我打大鱼，不选了。血魔打大哥可以的。CS 去中。怎么搞的啊 ？CS 去中。给胖子拿个血魔，让他打大哥行。大鱼人行。大鱼人。我现在打的没有钱好，让大家开心一下就好了。我见过。不要带一些细节。但是。偶尔划划水还是能赢的。我和宙斯他妈个比有效刀的英雄。是吧？我给他选个大鱼人。我不玩大鱼啊，血魔怎么样？哦不，血魔这英雄没赢过，好吧？啊，那你要啥？我可以玩大鱼，其实。哈哈又说，基于这个阵容，我们拿个小狗也行的。啊，那等一下，你先、啊、拿个小狗吧，拿小狗吧。啊，小狗很蠢、啊。能不能给我拿个剧毒啊？我的剧毒无敌。我想拿个剧毒加乌洛克。给我拿一号位剧毒，真的输了，我真的是低调来见。这个矮子都没有人切得到。这是啥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这阵容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剧毒给我，这盘就不能输，真的不说别的了。你们想拿啥拿啥。我玩赏金啊，我不买眼。我开着啊。我这英无敌。你好足。啊，我今天真的很足啊，无敌！踩进去啊！听奶哥，给我一个吃素，给我一个吃素！妈的，你买个鸡啊！你这啥？你啥都不买！我、啊、这盘没人抢野了，这盘好像只有我和打野。哎，不让人骂没眼吧？我剧毒输过吗？看到了没有？哎，剧毒1999，胜率100%，谁在我对面都能恶心吐了，人骂当爱将了。我说人骂没眼。在。哦，你在了啊。小强金，你他妈过来，给我个吃货。来，我给你，不要算。阿布小金，真他妈的！来，我给你，别跟我逼逼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见过人马没眼的？啥屌啊！我他妈上班第一盘打人马没买眼，你是傻逼吧？啊，你他妈的比你那盘蓝胖子，老子比你买的眼。我他妈第一盘玩人马买的眼，好吧，别逼逼了。啊那是脑残吧？脑残吧，这人嘛。
我操你妈！哎，你我告我问你，我买完眼，我没有足球，然后上来还要给你补刀，我什么时候能出足球？啊？那不是油做的吗？哎，我他妈怎么选择跟你一路？去你妈逼！我走了。哎，你两根刀混到二，我再走。他妈懒得跟他一路，都是傻逼一样。我难听啊！别喜欢。哎，下两个人啊。哎，这小兵怎么不过来啊？我就不砍他、啊。我他妈有我有绿鞋，不是我有绿鞋。你问我问你，这个敌他怎么走？这么叫，我没有毒球能杀他吗？有道理有道理，牛逼牛逼。操，你永远是对的。假，就想偏。这剧毒的攻击咋跟影魔似的？45点啊！玩不玩了？我操，这也不知道。矮子回来了，我拉波野，我操，玩不玩？我当影魔补了。你问问中路用不用鸡啊？不用鸡，你送几只鹿过来啊？说，他没法混了。啊，不用鸡我拉你的。这样和你越说的人、啊、要的话就给你啊，七棵树。这两个不见了啊，兄弟，你扔地下就行了，你扔地下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哎，绕了，我操！那应该就是了吧？啊，不要杀我！不行，必须得补个刀，得他妈有点回报啊！
现在你们两个很难把兵线推起来吧？兵线再往里推一推，我们先长沙他们先推为敬。发条在中路，发条在中路，他支援不了的，只能支援一个五级的宙斯，好像没个卵用。来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冲一下，能吗？我不想上，见兵了，杀我！秒了一个就行，秒了他。哎，等着。操你大爷！这样你们感觉都要死啊！开始突聊。发没血，跑太慢了。我帮小乖，我跟小乖这个英雄没有，现在没有杀人能力，我帮不了他。先去中到六吧，我可以动，然后我可以给打野。我操，你有病吧？哎，杨凯，你要不要来七下？我已经七了。等我，我先手跑一刀。或者你找机会能动直接。装傻，这个傻装的几分？我就说满分。两个小逼。这个傻子，塔龙拿了吧，我加机飞。我人马有六了吗？人马有了。等我，他们只有一个粉，还想绕我，我操！太他妈可笑了！我们两个应该可以杀到矮子吧？应该。等一下，我开大，直接就可以撞晕他。开大！进来啊！哎，我咋办？我先走了。走一步呗，我也走了。加个好小蓝，我也要吃一口瓶子的，一口就够。没办啊，无聊。你先往前走吧，哎，你瓶子先给我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大福要不要？哎呀，最好是要。又什么？乖手了吗？也还好，也还好。来，这波我们三换二，但是有标记险，两个标记险。我亏了，那我他妈掉了好多钱。两个标记险300吗？你别骗我。是的。最多一个，最多一个，真的。我操！我被敌军脚逼单杀了，他突然升了个六级。算了，这个还有好多。开心的六马水平，地狱火太狠了。他别来了，有粉的。他应该攻子太好了，要不然跟着跟人推。你们去吧，我马上跳了，我要上摸个跳。放我一马，自己。装傻吗，本身？好、啊，我听不到了。我的，我不知道你在。他在他妈杀我、啊，我操！你去吃符。
操，我应该去打野了，不应该来豪宠。你有叫是吧？啊？谁中了什么连接啊？小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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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人。哦，宙斯，宙斯，宙斯，这电死我了。哦。打吗？反正我在，我只有一个标。我愚人，我老子。嗯，打。买发条。你上了吗？好。嗯，好。这不应该上。这肯定不能这样上的吧？啊？哎。啊！他怎么能这样上啊？操你妈！他身上有个弹幕啊！他身上有个弹幕，我第一时间没有砍到他那一下。我一个都没说。那个发条1300滴血啊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秒掉他？而且有个窝老他在身边，个点心手，我给你活，你活了，我带你开窝，咱俩穿那个土了。但我没有，下面读了，兄弟，也是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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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好像有个人，我操！这野怪咋把我打死了就？我不敢听，这个月。我刚玩的不是很开心，你懂吗？野怪打死了。哎，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我等个符就可以了。我不会战斗力了。等个符就干，等个符，等个符。他这个是真眼。对，真符。放了个真眼，放了个真眼。哟，兄弟，玩一下，发条在中间，小心点。妈的，红红的，他就在这里，刚才。他要去干你了，知道看到了，我也干不着了。能买个小金话给我吗？谁都行，买个小金话给我，我红账了。拿。
真的不好打，你别，不过人马有跳的，人马有大的。哎，什么又什么？我被狗给救一手了是吗？对的，你大喊一声救！大鱼人在下，我们推吧。哎，就是。我已经看到花条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卡到了吗？完了，疯！这个位置太差了，已经打不了了。冤气了，冤气了！他第一时间没踩到人就打不了。第一时间踩到了。我们我有。他们推我可以来的，我们几个人可以干的来，他们推我也可以来的，这不？要等一下，人马也没有大，要不要等我一下？你标记先，我们打不算，没有标记先打不算吗？等我，我可以来。他想走，他有谁？他点击陛下了。啊，早说，大。他刚贴。好，这个我感觉他应该也要死，他魔棒十个，好他妈！疯了，雪崩！这个阵容最蠢的一面就是切不到火箭，需要我出跳。嗯，觉得我们节奏不对。这火箭怎么这么狠？十四级。这他都好久没死了，就我和人马杀过他两次。我没有钱买眼啊，没有钱买眼。感觉我这边已经废了。白眼给我，白眼给我，哥。上路有真假眼，有真假眼。没勾到我，没勾到我。我大。我们有没有人来把他干了？咱俩对他不错啊。开豹子，你们可以干别的路啊！人马太大，我一勾了可以跑啊！你没有大车，我来跑过来。我俩应该抢。别瞎瞎，你踩到他就死了。我们这会儿不能跟他们打团了，打不过。我做视野，我们抓单就行了。他们下路都没有眼的。抓一会儿，然后有机会打一下，抓一会儿有机会打一下。我操，人马又被勾了！操，人马就在你旁边，我就在你旁边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加个那个。让他勾你，他死了。他能出来了？怎么说？走啊走啊！踩不踩？我感觉把他干了吧，真的。没有眼的，他没有眼的，没有眼的。有眼了，啊！花条跳了一下，他看到了。算了，刚才。
么办，兄弟们？把自己当宝宝了，我操！我们要不然财务找他们干，就不要太担心。反正这个矮子是财务，哎、他妈的讲话把雾开了，我操你妈！啊，马上火！我这边本来是想跟他们打架的，我都没有学三技，我没有学二技，过来开户啊！我误认你身上还会CD吗？嗯，蹲不下来了，蹲不下来，我啥户怎么开了？中路现中路接眼，别走中路，要绕从这边绕过去。他没开，他只开了他一个人。我觉得这边我们如果不这样一直下必推，二十分钟我装备一出，分一波团，我们出刷吧。刷他雾好，刷的过火枪、敌人什么的。你们前面死太多了，我他妈，而且来不了都是强行来的。那个大鱼人是废物，那个大鱼人才九级。矮子，我的亲矮子！下鱼人，把鱼人杀了！矮子残血！矮子鱼人死了，鱼人死了！我操，没人打矮子啊！没事，我们两个能歇。马上叫！下载！我下马上！亲矮子，这个有标记的。有秘法，有秘法！这都什么鬼？我感觉你打不过他，关人。他好像挺不服的。妈，你我们三个人还抡不死他，他妈踩的。你妈好恐怖！我下过一仗了，下过双狙死了。你来打，我就要经验。就打了五十遍，马上。操，一个不过分吧？一个毙了，我看。我这波不能双狙死，我这波。如果上去的话，就一下就死了。单说400血。200，没钱打了。远古好像帮你打。我要打个一个。哎，人马有大吗？我点个金，被高乐救一手。有点远。鸟在运，等鸟到了就得。就可以。比我大。鸟吧。财务吧，我感觉可以干。哎，火枪 PKP， 我就差100块，那我就没有那么好切了。那你跟人马配合，马踩了。你最好是能踩到他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来吧，赶紧来啊！我没有状态的，这波。我觉得他装逼直接秒他就完了。踩啊，那看你的了。那我是踢不到了。算了，我怎么都也得过去给两个标记。我在跟人马走。锤他，他是四大。我操！这咋拿的？就抽了个棒子。哎，来了！我还是过不去啊。
要不然先走一下，且战且退。你们先闪。哎，火枪 BKB， 我怎么切他啊？别切他上、啊。走啊，关神，别啊！我死了，我死，我跑不了了，我被减速了。啊，我死两秒。不过 CG 也死了。太死了。太死了。看着我只能这样。火枪 BKB， 火枪 BKB 跑了，还没开，还没开，还没开。没开吗？你能踩到他吗？哎，踩到他，他还是死。看你的了。算了啊，上了 S 的上了，来啊，高 S 可以否则你上来跟我说一下，你没注意啊，那你死，没事跟他换账啊，这海波说节奏，我他妈了个逼，这穿战率最高了了。但是刚才那一波我就差200块钱。十元血啊，十元先出笛子。下路有个极速服。吃了吧，我不要了，我瓶子卖了。算了，我出笛子了。上路要小心点啊，他们人可能会去上路。我差50跳，我打个跳，真的，他们来我就跳上去送了，然后你们开始切，好吧 ？A 档打16级的，反正感觉我们团战只要能打到这两个矮子就赢了。两个矮子？你跟火枪吗？你妈炸了！开悟了，王楚啊，你先替我一下，然后用假的骗一下来啊，管我一下，然后你用假的去骗一下。点个烟，这波准备干一些大事了。你时间好短，我知道。啊，跳不了，被炸了，秒了，矮子秒了，能跑吗？但是我也跳死了，都得死，全死。哎，我没死，我把我老哥推了，我操，一万四可以干，一万四，一万五，可以，跑巨毒不是掷杀去了吗？咋还回来？你们这巨毒他妈被炸了，这石头人一人砍我一下，我快死了，我死了，然后你们血全满了，肉丝大了，我第一拳跳不了。
逼！你喊咱大厅跳，开个大锅你助威。哎，别开大、啊！吓人的吗？就我老子你妈被勾了怎么办？我走了。哎，今天掉了，无聊一下不掉了。咋了？啥麦？我操，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哎，你说那个逼周四会不会开大？我操！我这感觉什么东西塌了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让周四开大。他开大，我死给你看。有那么大风吗？我操！吓死我了！不相信你啊！吹不开啊！不相信你啊！没有信任！我操！哎，我这边他妈的感觉什么东西塌了，咣一下！哎，他们好像开雾了。开300系吧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我那会儿睡着了。鸟，先别拉你们，我差一点眼神是吧？你不是要去那个买点神机吗？啊，不用啊，买完了已经。都到了，都开了个道。打盹了应该。打残了。就自杀了，所以他死了，活一点，矮子也得死，哈哈。他好像能，哎，喂、哎、喂，别立岩群，不要，哎，我可以跳走，起扬，跳不了，为啥？2.5秒，2.5秒，跟风筝一样时间，每天要直播40小时，没有。夏洛迪子，没大了，你妈个逼，我真是，哎呦我这怎么说又能跳大了，等会儿跳大击爆又死了，我都标记然后跳走被白都勾了，能吸600来，我操，我也死了，我也要死，你说你老乱开，你妈个逼大，我不是，我这个死跟他大没关系，妈的肯定是跟我有关系啊，我他妈那、啊、这个是有关系，有关系，这有关系，我这个是没关系，说明他这个人还想嗷嗷叫，哎他妈给他们心中一种压力，到时候我瞎逼开大，我抓人的时候开大，他们以为我瞎逼开大，太有道理，心理压力，哎这个司机怎么那么淡定，有没有人锤他、啊，去哪路现在？啊，看你们，反正我能跳大。这个塔吧，来啊！
我再拉一下。骂刘大，刘大逼。那我们是去高地吗？还是来上？你去上，我一个人在装逼。意外，打掉一根，还有一根，再打一根，还有好几根。我也这样打的。哇塞！哎，试试啊！我又跳上去给个E，给个大，你把我大招我跑回来好吧？哎，这个暂停，我好像要死啊！我人不见了。哎，你看不看地图上只有四个我们家的红点？嗯，真的。人没了，我操你妈！你怎么做到的？不知道。妈的，你对那闪金做的什么？什么没了？哎，你看我地图上也没有我了。那你有必把这把能赢？你这把能赢？谁暂停的？地图上都没有了。哎，真没了！你们看，我操你妈！打吗？这不是啥情况？我不想跳大的，谁他妈喊我跳大的？是哪个傻屌？是不是人马？是，人马你妈炸了！老子开大，他是全队唯一的傻屌。哎，你他妈的没人喊什么人马跳大？老子就没大到人。你妈逼，这波跟我有关系？我不服。哎，你他妈喊到我跳大，我就跳了，我就新人队友怎么了？啊，你跳了，你他妈你不是被人追吗？我没被人追啊，我被人追了。哎，我被人追怎么还跳？我水晶石要没了，哎，我秘法卖了，我秘法卖了，我操，他妈学会了，你瞎逼太大了，哎，是真的，杀了他，那他妈一个狙，一个宙斯大，一个导弹，一个八条沟，好吧，哪个标记啊？就看。刚才看你在里边，我都没吹他。哎，我刚是不是大火箱了？他没掉多少血啊 ？BKB 啊 ，BKB 了，这 BKB 也掉血的。掉，掉不掉吗？掉过在啊，不掉。啊 ，BKB 没了开始掉是吧？对。我们能不能抓个人什么的？不是那啥了，马上准备跳大了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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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火枪开 BKB 了，火枪开 BKB 了，术士也是 BKB。我操你妈，没叫！完了大叫了，怎么办？救一手！我在切海子，我在切海子，去你妈的！海子死了，好急！正面正面还能打吗？这波海子买了，要不然你们走吧，真的。撤！我把他给切死了，我只能这样。妈的，你怎么这样牺牲的？哎呦，这波大跳！应该跳走了。B 怎么还在见我呀？我的操你妈，大跳了，玩不了了。这杂技起来了，开始。啊，我刷了花椒，花椒生气买活干死我了。老弟们，哎 ，F 二说话一边他妈喊着跳大了，然后就。这花椒很厉害，是买活的。台词的是买活的啊，再杀台词的话他们就治了。花椒也是买的，花椒也是买的。这波大跳了，提子也没开，怎么办？我操！实力山上，毕竟山河，我只能说，我操，报警红马在哪儿？位置很好。红马在你前面。踩到矮子他们就G。踩过老手的他们也G。秒了他吗？秒了！但是我这个位置很尴尬呀。矮子全力在打我。矮子已经被我毒死了。矮子死了！矮子死了！矮子死了！不能买的，杀了他。他死了，死了。啊！你关他干嘛？二十秒活，我活他们那两个队友也活了。我三十秒活，活了可以换飞鞋。哎，可以。杀！阿昭，大哥，大哥，一个大哥一个 T。他没大哥。五秒活，有人 T 了，人 T 了。我老婆，大招的好像。三秒。哎，两秒。自杀给他看。这我还去吗？你等我回去打就好。我活了，哎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看情况打，真的，看着打吧。你需要我试飞鞋。死了。
是 PKB 啊，我操，全是 PKB 啊，你也还行吗？怎么搞的？我操，好像我也要送了。以为我刚才怎么没有直属这发条？我他妈大根剑都在家，买不买啊？你肯定要买啊！他不刚开的 BKB 吗？我操！大门开不来是吗？不是啊，开了，但是他刚开的 BKB 怎么又有 BKB 了？要不我要炸了！5秒的他们 BKB， 他们都快死了，都是红血，我只能做这么多了，兄弟，早知道他妈等一会儿他干了。哎，你别炸死啊！把我弹死了！哎，我操，这样也行？大哥，哎，你大哥怎么不用？骑牛啊！我操牛逼！我操，他跳走无敌了，牛逼！我想买活了，我想买了。这波看着打，我20秒活，15秒活，我输秒活，读了这个逼。我已经到了。我7秒活。踩不到。哎，这波我炸了，我上去炸了，他们就灭了。踩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先走一下，他开 BKB 了，大哥，他敢打我，我不信。可以，开了个大。还有 BKB 的，这波火箭来，我直接上去炸他了，我们拆就可以了。凯子没有 BKB 的，死了！赢了！花，白云，我操，说翻就翻，小翻说翻就翻。哎，我没血了，走了，拆塔吧！我操，打贴了吧，兄弟们！三落，一波稳一波。先借给你要不要？要，扔一下。等会儿，我丢不掉。扔。等会儿，你看。够了，满了。我一会儿炸了。我这不能买的，我准备又去炸了，还有几秒就炸好了。炸了一盘了，别炸了。炸了。
哎，我炸了，我炸了！偷谁了？蛋白，这个人卑鄙啊！拔条，好没事，我上去送好了。秒了的，秒了的，在这儿。我先炸为敬，我先炸为敬。放弃自己啊！你还有救。我没蓝了，两蓝没有。可以秒了这个来子，我觉得。我踩到，我先杀他吧。我先出为敬。去踩啊！我踢到他了。虚灵了你，我虚灵了你。先炸为敬。我不能买啊，我就先不踩了吧。我操，冲！他狙我了。啊，炸了，把炸了，把炸了。炸了！我不行，我跟他拼了。这波拼得很关键。